现在呢，我们要带大家吃一个来到云顶的排名第一的、排名第一的必吃的东西是什么呢？现在我就带你们去看。Yo， 大家，我是阿勇。现在我们在云顶，然后我们要排一集，就是云顶必吃的东西，或者是我们时常来云顶都吃的东西。Go， 现在我们就去。现在呢，就在 Sky Avenue 的这个最高最上面的这个 Outdoor 的酒吧街。如果你们要吃东西，你们可以来到这边；要喝酒，也可以来到这边。很 happening 的晚上，要拍给你们看。那我们经过就顺便讲一下，这里就是我号称的马来西亚的十个打卡点之一啦。因为很多人来到这边都会打卡的，除了 IKEA 就是这边了。噔噔，这个地方你看。一堆人在那边打卡，你们可以来试一下。那这个就是来到云顶必吃的之一 ，Burger and Lobster。我们之前有来吃过了，所以你们来到这边想要吃的话，可以来这边。平时蛮多人的啦，所以你们要提早来定位。在我们在赌场不能拍的，我带你们去赌场里面新开了一个吃的东西，先我偷偷拍。到了，就是这边是那天我来的时候意外发现的，因为它很近，几乎是没有人的感觉，可是原来这里是新开的 food court。这里是不是很美？没有人，没有人，很近，然后价钱应该比外面的便宜，因为在赌场里面嘛。然后还有像 food court 这样的啦，有鸡饭，有什么，你们要来的话可以自己来吃来试。然后，对，有什么 feedback 可以写在下面。这个是这边应该可以拍，外面不可以拍，所以刚才要偷偷摸摸，辛苦了大家，看到那些画面有点摇晃。还有一个呢，你们可以选择的，就是在跟 Ding Grand Hotel 隔壁的这个 buffet， 它大概是70多块啊，拍给你们看。这边呢可以吃到很多个国家的美食，印度餐啊、日本餐啊、我们的本地的啊等等啊，你们自己可以来看，在我身后。还有咧，伊琳讲在这个 buffet 的对面的这个 bakery shop 呢，也是很好吃。它的什么 ？Sandwich。它的 sandwich 很好吃。你自己选的。哦，大家可以来试一下，或者晚上我来试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带大家吃一个来到云顶的排名第一的必吃的东西。是什么呢？现在我就带你们去看。为什么讲它必吃呢？因为每个人上到来呢，都会想吃，而且呢，你要排队排很久很久很久。如果你是7点或8点才来的话，应该拿到的时间是10点、11点或12点，太多人了。这里是哪里呢？走。对啦，就是我身后这间美滋锅啦，也是我们今天的晚餐要到我们了，我们现在要过去吃的。Go！ 又是没有的坐外面，然后他讲已经全部 check out 给人了。在讲解。所以呢，这里的用餐时间是1.5小时。来到这边不错啦，坐在有靠近外面，凉凉的吃火锅。来了的，你看，其
爽。我们的 order 全部来了，我要开动喽！哇，我们出完了，你们看后面真的很多人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要吃的东西了。所以我是阿勇，他是一定，拜拜。